正浩，你怎么又惹爸生气了？正浩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再不认真，就算你是我儿子，这儿也容不下你。闭嘴！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，每天就知道耍嘴皮子。你，正浩，快和爸道歉。我跟我爸说话呢，少插嘴。你给我收敛点，他是你哥，我堂威的儿子就必须学茶，靠茶来吃。阿姨，程峰，多么完美的一家三口，我突然都不知道我自己算什么。我打算让程峰。 兼任执行董事，在陆续增加他在塔庄的持股比例。找个恰当的机会，就可以接我的班。你想的太天真了吧？这个事情我怎么可能同意？我心里很清楚，谁在贪图唐家的家业。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。因为程峰不会接下执行董事这个位子。小峰，你当着奶奶和爸爸的面，亲口告诉他们。我保证。 我不会做执行董事。你的学习态度已经拖累了星宇。不想做，你不想学，你每天游手好闲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是星宇和你同组，你能不能为他想想？你以为这个世界都是以你为？受够了没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成天到晚对我说教，你要是那么关心东星宇，直接帮他晋级啊！说什么梦想，什么责任？你说多了不嫌麻烦，我先恶心的。这杜星宇的背后，不仅有郑浩哥。 还有副总你，这么一个大靠山，要是没有郑浩，我早就和星宇在一起。要是没有副总，你这么护着杜星宇，说不定郑浩哥也早就跟我交往了。要是我们两个能够统一立场的话，可能可以达成彼此的心愿。郑浩哥，哥到什么地步了？你还要护着他吗？对，我就是要护着他，他是我女朋友。 你要带他去哪里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星宇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过就是他八百年前一个破学长，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这也不关你的事吧？行，你要跟他走吗？我想，郑浩找我应该有什么事想说，我还是先跟他走好。听到了吗？程副总，把手松开。 郑浩，我不准你再造谣行。你才是真正妨碍我跟星宇那个人。哎，把手放开。听说这个杜星宇用已经跟茶庄里别的男人好上了，那个男的是谁？说。林野认识啊，他就是陈峰。你看看这些照片吧，我们唐家怎么容得下呀？还没以家人都是卖卤蛋的，这什么出身呢？你能跟他交往吗？他是为了贴补家用才放弃了星宇。就他那种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子，他除了攀高枝，他没有别的路走啊。奶奶，你越说越过分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你们继续分手。奶奶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奶奶是郑浩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会努力的和他缓解关系，不会让郑浩为难。星宇，你别再天真了。郑浩从小
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。你作业温柔情人，你要变回花花大少，那你把星宇当做什么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对他不是真心的，我一定把他抢回来。你抢？你把他抢回来？我这个人渣，他跟你在一起会比我好很多吧？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心的？是，全都是真的。我跟你永远都不。 我活该，心雨，正好，你最好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正浩哥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暂时，总有一天会有解决的方法。还有，这一次我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条件所动摇，做出放弃心雨的事情。好，那我拭目以待，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。 小芳，小芳，抛弃了我和我妈，你现在又要来挑拨我们父子感情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是不是在认你这做父？我们一家之所以能够分离，全拜汤唯所赐。凭什么动手伤嫣然？你怎么敢随便进我的房间？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，就能生出什么样的种？住口！你道歉。滚！
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布鲁丁？对，是谁派人烧的？陈忠教，黑心商品事件原来是安排好的。黑心商品事件之后，我们假装股价大掉，有人趁机吸纳了很多股票。这件事情和你有关吧？不错，是我，我就是为了报复唐家。 拉拢你做的同盟，我要借助你们孙家的力量把唐家彻底搞垮。我没有爱过你，我可以立刻和你离婚。我们两个只不过是场交易，既然是场交易，何来伤害？股权度让书，根据查庄的规定，董事们的股权转让必须要由董事长亲自签字。唐薇没死，这东西的确没什么用。 您叫我签这个东西，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我当然不会拿着没用的东西当保了。